烤八爪来了，八爪一下锅，还有小鲍鱼，啊，鲍鱼，哎呀，也来一个大扇贝，哎呀，嘿，嚯，这是那个老抽，你知道吧？这是那马伊琍老抽，知道吧？你看马伊琍家老抽，这是鲜味生抽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醋没有了哦，你看多放点醋，哎嘿嚯嘿，炒个菜跟练太极拳、练武功一样，嘿哈嘿。能不能给个双击啊？再来点老抽，有点颜色有点浅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不红，没有食欲，双击。嘿嘿，啊，嘿，不，小爆头，嘿，他还是很乖呀，啊。哎呦呵，哎呦呵，你看这么多大米，这可是好东西呀，爸爸，棒棒的，给我个相机行不行？给一个双击，哎呀，爆个鱼！知道什么叫爆个鱼吗？爆鱼，哎，看到没这底下这个不能吃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吃上面这个肉。哎呦，营养很丰富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特别嫩，嫩滑嫩爽的那种。很舒服，特别是孩子啊、孕妇啊、产妇啊，哎，吃的特别好。你说我吃有点浪费哈，蛋白质高，哼，这些人不吃，知道不？知道还不给我双击，那么小气，哼。哎呀，这玩意儿过瘾吧？哎呦，哦呦，竹板这么一打呀，哇塞！你看这个过瘾吧？这才是叫新鲜大扇贝。哦，爽死我！你看。这种是多过瘾啊，哼，这咬口下去都给它干飞了呢。你喜欢吃扇贝肉吧？那喜欢吃你就给我个双击。哎呦，哎，毛哥，哈哈，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，毛哥像个公鸡冠似的，咦。好像让我煮老了，好像反正有点咬不动似的，嚼不烂似的，我感觉这个视频你不能给我双击，咦，给个双击啊，双击给一个。